你可以给我定义一下什么叫四分之三杯吗？谁的杯嘞？我想回家。帅帅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欣妮，我是六月。OK， 我们是因为很多网友叫我们过来一起合作，所以我不理解啦，你们为什么想要看不会煮饭的人煮饭呢？真的。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，你知道人家说好兄弟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不知道好姐妹原来也是这样子。放心，你在和他们主持一集，还是跟六月主持一集？当然是六月啦，六月是唯一一个可以克制他的人啦。有福同享就算了，有难干嘛要一起当呢？那你担心什么？跟六月一起做？我担心厨房会被炸掉，真的。跟欣妮一起煮东西，你有什么对策？哦，你说对策嘛，就是他需要被对付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要做 JB 阿明的炒米粉 ，Eight Days 的食谱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听说你昨天才吃啊？没有啊，你不是常常去哦？那是我男朋友店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印象中 JB 阿明的米粉是有鸡蛋的，三个食谱上面没有写有鸡蛋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自己加。因为如果真的不好吃的话，至少有蛋可以吃。那就开始吧。哎，我第一次带这个。你那个科学实验室你没有带过？我不用带啊，我是负责吃跟负责讲话的人。你从来没有煮过？没有啊，这是你的处女秀。我今天不是来吃的吗？你今天是来煮的。我们先热个锅，现在有点恐怖啊。你们不要把那些材料准备好。他没有叫我们准备。我们切蒜头啊。有啊有啊，他前面有写。那我准备蒜头，我要切东西。哎，碗不够大，这就是一场灾难的开始。碗不够大怎么办？好吧，换个比较大的碗。5分钟，10分钟，怎么计时啊？你可以想要计时啊？你可以煮到600秒。不行哎，如果蒜头皮，大家也不要太介意了。你们没有那个搅拌的吗？哎，这个嘞，这个是吗？这感觉有很多洞，直接放回去。还是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？ Really？ 怎么可能？我已经切完了。可能要再碎一点，再碎一点可能会切到我的手指哦。鲜虾和鱿鱼，四分之三杯。你可以给我定义一下什么叫四分之三杯吗？谁的杯嘞？这样子的一个杯跟这样子的一个杯的四分之三杯，那个叫碗。我累了。黄梨饼要有90克，没有，它那有一个 dash， 所以是-90克。我们先把90克给吃掉，-90克。妈，我以后再也不敢做坏事了。他只桌子上哎，这个杯哦，这个杯，他只有四分之一、是三分之一、二分之一跟一个杯，是要考我们数学题的意思吗？好，来哪一个杯可以正正吃四分之三杯？那应该就会是四分之一，然后分出来。太对了，好棒哦！没有，或者是我专买一个杯，然后用四分之一的杯把它舀出来，它就会四分之三，这样感觉比较成功。我想回家。你的鲜虾和鱿鱼四分之三杯是各四分之三杯，还是两个加起来四分之三杯？需要留尾巴吗？就去壳带尾虾，感觉比较 high class。我要切成小块，姐妹，我们速战速决 ，OK？ 我看我妈做饭都很快的。哎，那个也要切小块吗？鱿鱼？她已经切过啦，鱿鱼不是本来长这样的哇。这是鱿鱼条哎，还有鱿鱼块，不然等下做出来失败就说我们没有听指示，我们一定要听她的指示。没有啊，刚刚有说过，人是活的，食谱是死的。OK， 你来帮我全部放进去看有没有剩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哎。又怎样？那个米粉是要150g哎，我们刚没有称到底是不是150g哎，我们就把它当150g吧，放上去。OK， 146，对，150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四分之三，恭喜我。OK， 我要开始下厨了，各位 ，Are you guys ready？ 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哦。为什么它这么热？哎，它好快，哎，超大嘞，怎么办？要不要重新做？你觉得这个世界精彩吗？就是你想要活得很久吗？你希望活多久？不是想活太久。那我们就继续用。我觉得是我的诅咒，所以你来煮吧。按那个火再小一点，因为刚刚火有点太大。等热锅。原来我也是有一天可以指使他做事情的，感动。没事，我做你吃。好，很好。哎，哇！突然觉得有种不祥预感。你没有下过煮啊？不用拉那么高的。要有血 ，you know？ 不用。哎 ，OK， 没有很热。好香哦！是不是应该火要大一点啊？我觉得。不要啦！要啦！不要啦！小一点好了，大一点啊！等一下，我怕它煮太久。不会啦，久一点没有关系。我炒了这么久，它都没有变色。可以的，慢慢炒就会熟了的。放，
可是会有水哦，你要小心哦。因为感觉海鲜很容易炒熟。快快快快的，多少？哎、欸，太多了！要紧要紧。炒一分钟到海鲜刚煮熟，好熟了吧？哇，好香哦！将米粉加入锅里，三四 ，OK， 哇，好黑耶！这你确定？蚝油一汤匙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要干了。好咸的感觉哦，我们加点水吧。你就用手拿就好了，一点。有没有一点点？有，可以多一点啊。毕竟米粉有150克。可以了吗？这样拿起来，继续摆在里面。三，姐姐，精准，不用做这么多 pattern 的 ，OK？ 我需要米粉哎，压扁成松饼的形状。哎，松饼有一个洞一个洞，要这样？不用不用。海鲜跟米粉放在一起才像。可以啦，我们把它放在中间，我觉得这样的摆盘比较美耶，你看有金玉满堂的 feel 哎、欸，要不要把它翻过来？完全粘锅是什么意思嘞？很臭的、啊。哇哇，我们应该放蛋的，现在放要不要？然后放在旁边，然后再一起炒这样吃。为什么不想加蛋？最重要是可以把那个臭的地方给它盖掉。你放你放放，为什么米粉感觉打结啊？没有输吧？把盘子盖在米粉上，再将不粘锅翻过来。哦、oh, ，OK。但是不行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哦、不，你、你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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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生什么事情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 chef 他们能这样，就是好像我差不多要好了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后面收一下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有一个嘴巴，这样眼睛。鼻子用香菜好，这鼻子有点大、啊，完整，觉得还有国际巨星哎，对，他就叫 JB 阿妹，终于出炉了，是是 ，Oh my god， 我很紧张，干杯，迟迟不敢入口，你还好吗？家人中，家人中，我来吃看看。有点难吞，很干，而且很鲜。我没有吃过橡皮筋，它应该是这样子的口感。菜鸟厨房终于有失败的一天了。没有失败，再不失败，你吃过橡皮筋哦？失败的意思是你吞不下去，我还吞下去了。你看心里从刚刚吃到现在，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挑战是成功的。那些料蛮好吃的，只是如果你说你把一盘橡皮筋炒得有滋有味的话，那你是成功的。确实有点太咸了，可能太咸，可能是我们刚刚用的那个汤匙太大了，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那个分量有点太多，或者是食谱有问题。大家可以去 AD 上面看一下，你们在家试一试，如果你们成功的话，就表示是我们的问题。没错，然后留言告诉我们，然后希望我们下次再也不要合作了。耶、yeah, ，谢谢大家，告别。That's why 我把今天的料理炒得这么的失败，我也觉得很开心啊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 like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点赞并且订阅，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视频不漏看哦，拜拜。